一位居士在家设道场多年，很受欢迎，但道场里有年轻夫妇居住，这样入法吗？那我就不知道他是什么道场。如果正规的寺庙啊，最好不能在里头住啊，像居士林都不可以。如果他私人住家啊，搞一个小道场呢，那个可以啊。如果真正像是有一点规模的啊，这个居士林呢，这个念佛堂啊，那最好避开啊，避免嫌疑。